抓住时事热点，剖析社会前沿。您现在收看的是国内高端访谈类节目《小赵说事儿》，我是主持人小郭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有幸的请来了三位嘉宾。首先，第一位是我国著名的影视投资人，身价5亿的马白先生，和我们来聊一聊电影那点事儿。让我们掌声有请马先生。马先生，好了，音乐可以停了，音乐可以停了啊！好，你好，马先生。哎，你好，哎，我是主持人小郭。小李，你好。好，来，那咱们坐吧。好的，哎，小孙，我坐哪里？啊，您坐这边就可以了。好的，小胡。小周啊，您先等会儿啊，您等会儿啊，我没这么多爸爸，我姓郭，免贵姓郭。免先生你好，免先生干嘛呀？我姓郭，小郭。哎，对对对，小郭。哎，好，你好啊，马先生。你好，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。我问一下您啊，您是怎么看咱们国产电视剧的呢？我是躺在沙发上看的。我没问您姿势，我是问您观点。啊，观点是？哎，对对对，观点还可以哦。但是我们国产的电视剧啊，还得努力，还要努力。现在我们国内的电视剧包括电影，让国外 PK 的够呛。哦，啊，那您最近拍的这个新片儿，我拍了一部新的言情剧。哦，我的这部言情剧，完全启用的是咱们国内的新人。为什么要用新人呢？因为各位你们可能不知道，哦，我们国内演员太不容易了。凭什么国外的演员来我们国内拍一个广告要2000万？要这么多呢？我们国内演员少得可怜。哎呦，凭什么呀？各位，我当演员那会儿多不容易，你们不知道哦。啊，哈尔滨多冷啊，那水多凉啊！我穿一游泳裤衩，我就跳下去。不是，您这有点玩命，您可以找替身啊。我就是替身。对不起啊，说到您的痛处了啊。没关系 啊。那么您这部片子叫什么名字？我们到时候好关注啊。没问题。嗯啊，我这部片子叫《我那么爱你，你却拉着别人的手在公园里溜达》，我一拳怼死你。不是，怎么这么长的名字呀？我拍《我那么爱你，你却拉着别人的手在公园里溜达》，我一拳怼死你。我的目的就是要跟你国外的言情剧 PK。那希望您这部《我那么爱你，你却拉着别人手在公园里溜达，我一拳怼死你》能够大卖。谢谢，我也相信我这部《我那么爱你，你却拉着别人的手在公园里溜达，我一拳怼死你》能够大卖。好，那咱聊点别的。好，马先生，您看啊，这个现在咱们来了很多的年轻人，那么他们肯定都犯过错误，相信您呢也犯过错误，那么您是怎么样面对错误的？这个问题问得很好。嗯啊，这就是我现在想跟你们很多年轻人啊，你们说的，现在很多年轻人，你们犯了错误以后，你们总是自责哦，总认为呀，这个错误是我犯的，这个怎么办呢？甚至有人得了抑郁症，没有必要。对，谁没犯过错误？我也犯过错误。那么当我知道这错误是我犯的，我是怎么做的？您是怎么做的？静下来，沏上一杯茶，点上一支烟，好好的想一想，怎么把责任推卸给别人。不是，这是我。您先下去吧，您先下去吧，下去吧，下去吧。咱们再有请第二位嘉宾吧。马上呢就要过年了，家家都离不开大鱼大肉，所以说呢也离不开养生。那么下面呢，我们就今天请来了北京活不腻保健中心的主任医师，他也是神医喜来乐的第四代传人来喜了，和我们来聊一聊如何养生。让我们掌声有请来先生。哎，你好，来教授。你好，确实稳重哈。来，咱们坐吧。好的。我问一下来教授，哎，您在医学界啊，现在主要涉及什么领域呢？啊，我主要涉及的是，由脚气引起的牙周炎。那就是拿脚抠牙了，是这意思吗？嚯，你还能够得着啊？哎，我够不着的啊。咱说点别的好吧，说说您的养生方法好吗？好。我的养生方法分三种。哪三种啊？心情养生法、运动养生法、食疗养生法。哦，分为这三种。对，咱先说说运动养生法。先说说运动养生法啊，运动养生法就是运动。对呀，啊，我跟你提个人啊。谁呀？啊，提个明星啊，有一个说相声的叫苗阜，你认识吗？我太知道了，苗阜谁不知道？哎，他现在就遵循我的养生方法。哦，现在身体练得特别的好。
啊，他现在出来录节目，你看他们都是穿着衣服的，都穿衣服的。他要是光着膀子啊，你们看他那后背怎么样？八块腹肌特别明显。咱不说这个啊，咱说说这个食疗养生法。食疗养生法，嗯，食疗养生法就是吃了。早餐是人一天最重要的一餐。是啊，吃对了，一天都有精神。嗯。但是现在很多年轻人，包括老年人啊，包括你们老年人，在吃早餐上有一个严重的误区。什么误区？你们喜欢空腹吃早饭。不是那个，那么来劲儿，我先问问您啊，怎么样能不空腹吃早饭？怎么着还想啊？你先别上厕所呀。好，我们要就是先憋着，是吧？也不是，你喝杯水不就不空腹了吗？哦，早晨一杯水清肠又润胃。哦，而且我告诉你们，吃对了东西能治百病，都不用吃药。这话我还真听说过。哎，那么我们的节目呢，现在有一个改良，叫什么呢？下面有一个环节叫有难我来帮。所以呢，我看一下今天现场的观众有没有什么家里边有这个疑难杂症啊，想咨询这个来教授的，有吗？有观众朋友们？哎呦，还真有一位。好，来来，有请有请。哦，还真有。嘿。还真有这不开眼的哈，来来来，来，大家好，哎，你好你好，来来来，坐吧，坐这儿吧，有什么要问来教授的吗？哎，来教授，我就是想请问您一下哈，这我爸爸在家总出虚汗，他最近身体总出虚汗。哦，总出虚汗。嗯，你父亲今年多大了？啊，48。48。嗯，结过婚吗？这不废话吗？没结婚他哪来的呀？你爸爸今年48，你妈妈也是48，他们是正当年。那你父亲这是典型的肾虚。肾虚啊。肾虚啊。对。那咋办呢？吃腰子呀。腰子。而且我告诉你啊，跟你爸爸说生吃腰子，知道吗？把腰子拿出来，拿一棍穿好了，冻冰箱里来含着吃。哦，为什么要生吃腰子呢？劲儿大。哦，就拿那个腰子这劲儿往上顶。对。哦，那好，有点道理哈。哎，还有要问的吗？还有，就是我老公，我老公有神经性头疼。哦，神经病是吧？不是神经病。神经性头疼。神经性头疼。对对对。吃腰子呀。这怎么还吃腰子呀？肾主骨，骨生髓，髓通于脑。你肾好，脑袋瓜不就没事了吗？哦，有点道理哈。哎，那我问问您啊，我岳父啊，现在有这个脑血栓、冠心病、高血压、高血糖、糖尿病、牙周炎、大脑炎、心脏病，这吃什么呀？这个呀，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吧。这怎么都不让活了？这个没有办法啊，这个毛病太多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咱不说这个，咱不说这个话题啊，我就问您怎么样预防这些病？那你没说清楚啊，对不起，啊，对不对？吃腰子呀。这腰子开会来了，上面。这你们都不懂了哦，医学上有四个字，哪四个字？良药苦口，是这么讲的哈。对，我说那腰子干嘛冻凉了吃呢哈？那您说说这个心情养生法吧。啊，心情养生法。对呀，心情养生法那就练练心呢。哦，练练心，对不对啊？哦，你父亲最近怎么样？易怒是吧？啊，对。哦，我爸爸还总爱发脾气。发脾气？哦，总爱发脾气，咬人吗？咬人干嘛呀？不咬人就是发脾气，发脾气。哎，那让你父亲练练心。哦，练心。练心就很简单了。哦，平时没事写写字，画画画。哦，还真是啊。写字画画确实练心。对，今天我还特意带来一幅我的得意之作。今天您带得意之作来了？啊，我开过画展的。哎呦，太好了！那今天您给我们展示展示。来，教授，我来帮你。你手脏不脏？我手干净的，手干净，不能把那花弄脏的，放心吧。好好好，把脏的您来给大家展示一下。接过来，哎，好。啊，哦，就这幅画是吧？对。哦，哎，我问一下您啊，就这上面这两只鸡，这是和平鸽。哦，这是和平鸽是吧？对。哦，那这个呢？就这小猪，这是？这主持人你太没有生活了，这是小猪吗？哦，这是长颈鹿。哦，这是长颈鹿。哎，哦，那这小怪物呢？那是我。哦，这是您呀？对。那您在这干嘛呢？拖两个小腰子呀。哦，拖俩腰子。对呀，我这幅画有寓意啊。什么寓意啊？我要和平。要和平。对。哦，还行。小伙子，给我这幅画估个价。您这画还能估价吗？没事，大胆的说。
哎呀，您这幅画，反正去年在大英博物馆啊拍卖了一幅这样题材的画，是865万美金。小伙子真懂啊！谢谢您啊。嗯。您这幅画，我保守点说吧，说，5毛钱。不是，小伙子，你这就不会说话。5毛钱，我买这张纸我还花了1块呢。不是，您听我说啊，您买这张纸花1块钱的时候，这张纸啊是干净的，脏的。不是，你这主持人太不会说话了啊，太不会说话了。那我，你这么着，我给你写两个字行吗？哦，写两个字，我给你写两个字。哦，那没问题啊。行不行？那好啊。旧题和平年代，和平年代，来来来，给我吧，给我吧，来来，别脏了你的手啊，来来来，来来来，写两个字。确实写字啊也是要讲究的，嗯。哦，和。平，哎哎，这字儿确实不错哈。嗯。年，哦。你哦，这个和平年代哈，您的意思就是让我们在和平年里边多吃带鱼，是这意思吗？不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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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画大疙瘩呀，题词。哎。哎。哦，和平年代。哦，写一拼音，行了行了，好，那谢谢您吧。哎，啊，谢谢您，来教授。好嘞，希望您下次再有时间的时候呢，也不要再来我们的节目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来来来，把这个，来我们这儿，您把这垃圾给我们带来。谢谢您啊，小姑娘，我告诉你啊，以后啊，再有什么疑难杂症啊，再有什么病情啊，要到正规的医院去咨询，好不好？好，哎，千万别上当受骗。现在咱们社会上有很多这样的伪专家。打着专家的旗号骗着百姓的钱，所以说喜欢养生的朋友们呢，我们一定要擦亮双眼，千万不要上当受骗。小姑娘，对不起啊，刚才没有帮到你的忙。没事。那么现在你还有什么想法吗？我们尽量帮助，好不好？啊，还可以问一个吗？啊，再问一个吧。啊，行，就是吧，我过两天啊，要去一个剧组去面试。哦，要到剧组去面试。然后需要准备一个小才艺，就是我们哦想哦学一个小才艺，嗯，到剧组去面试，什么剧组呢？那个啊，我那个剧组的名叫《我那么爱你，你却拉着我》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啊，好了，那么我知道了。下面呢，我们掌声有请北京大体差舞蹈学院的水老师，他们的口号是“体出精彩人生，让体差”。呲牙咧嘴。啊，你好，水老师。你好。平时没少吃腰子吧？哈哈。一上台啊，就透着这个朝气蓬勃。来，咱们坐吧。好的。嗯嗯。哎。我先问问您。这个您是怎么样走上舞蹈这条道路上的呢？哎呀，那说来话就长了。没事，您说说，我们这还有时间。好，好。在地球刚刚有人类的时候，哎，闭嘴闭嘴，闭嘴这话头太长了啊！您这样，这个今天这儿有一个小姑娘，想跟您学点才艺。好啊，老师好。哎，小姑娘叫什么呀？啊，我叫彬彬。小彬彬，老师，我想学一个小才艺。小才艺啊？嗯。那这样吧，老师教你一个葫芦丝，好不好？嗯，好。好不好？嗯。老师教他一葫芦丝。好啊。好吗？葫芦丝好啊。哎，老师，这样乐器特意的带来了。哦。哎。哎，这葫芦丝确实，哎，这个颜色怎么这么黑呀？问得好，这个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那个文玩核桃，什么意思？这天天呢得盘，哎，你像我每天呢都盘它。不是您放，所以说呢，它才有、这个。天天还包浆啊，这个。对对对对对、哦。那您给我们展示一下吧。好。别歇会儿，歇会儿，好吧？是是是，老吹这一句，我都有点厌烦了。我们早就厌烦了。您先等会儿啊。啊，那个想学这个吗？主持人，我不想学这个。不想学这个，他觉得这个有点难度，有点难度啊。简单一点的有没有？那你想学什么呀？啊，想学什么呀？舞蹈。啊，行。行吗？啊，形体上的也行。形体也行，那我老师看看。嗯。老师看看你的条件。小彬彬呐，啊，你没有气质啊！哦，没有气场，没有这个气场啊，气质。老师给你提一个人，有谁啊？娄乃明知道吗？知道呀。娄导啊，哎，知道啊。老师是他的私人瑜伽教练。
哦，您是他的私人瑜伽教练。对，哦，每礼拜都要去教他。每个礼拜我都要教他瑜伽。哦，为什么现在你们看啊，楼导一上台以后往这儿一站，你看那个气场，就感觉什么呢？就感觉全天下的女人都比我漂亮。哎，不是啊，都比自己漂亮哪成？得比别人都漂亮，都没我漂亮。哎，对对对。哎，老师，嗯，我妈妈也特别喜欢瑜伽，您能教我几个动作吗？我回家教我妈妈。好，那这样就把教楼导这个瑜伽动作交给你。学会了吗？啊，瑜伽。哦，楼导天天跟家干这个是吗？怎么不好看吗？不是您这个不是学这个吗？我不想学。不想学这个，那这么着吧，你先回去，等下次再有机会的时候你再来，好不好？不是主持人，我回家也没啥事儿，我想搁这看会儿笑话。啊，那行，那你坐吧，坐吧，坐吧，坐吧。哎，夏老师，不是那个，哎，谁老师啊？哎，那是这样，还有没有别的这才艺，比如舞蹈，形体上的舞蹈，再教一教。你这么着吧，嗯，你想学哪儿的舞蹈？傣族，云南傣族，交给你，云南傣族。掀起了你的盖头来，不是，您先等会儿，您先等，哎，您先等会儿，您。不是，这是新疆舞。啊，您别串了，我人家说的是云南傣族，傣族没有音乐，我怎么跳？我怎么跳？啊，哎，不是，那我给您哼哼那两句音乐不就行了吗？好不好？来吧，简单哼哼两句吧。哎，对，开始，嗯，哒啦哈滴，哒啦滴啦哒，哒啦哒哒哒啦。行，待会儿歇会儿，歇会儿，歇会儿，歇会儿。啊，对对，我发现他就会新疆舞，那个难度大一点的有没有？云南傣族杨丽萍您知道吗？杨丽萍，哎，杨丽萍那是啊舞蹈大家。对呀，啊，你们看她的孔雀舞，多么的逼真，是对不对？一伸手一投足，啪啪啪啪。哎，好了好了，这不是柴姬吗？这是，他跳一支，我跳两支，公母全有。他跳一只，您能跳两只？对，哎呦，那我们得看看呀，看看吗？这个太厉害了。好，老师给你们跳一跳啊。哒哒滴滴，哒哒滴滴滴，哒哒滴滴哒哒，哒哒滴滴，哒哒滴滴哒，哒哒滴滴哒。该洗澡了。怎么样？刚才还啊？好好，怎么样？怎么样啊？你开心就好，好吧？哈，那是这样啊，那个有最后啊，节哎得给来个好一点的，没问题，好不好？我就研究的是动物舞蹈。哦，动物的舞蹈，鳄鱼，鳄鱼哦，这是鳄鱼，对不对？蛇，哦，这是蛇，小兔，今天有没有完整一点的呀？那这样吧，啊，那么老师今天也不会白来，嗯啊，把我自编自导的动物世界。献给大家，哦，那太好了，好不好？那我们看一看，好，音乐开始。